先把外套挂起来。这边请。好久不见呢，今天一样吹顺就好吗？一样吹顺就好，可是我最近头皮好痒哦。哦哦哦，没问题，小事小事，一样的那一瓶哦。老师，一样是 Fuchsia 的酸性偏醋吗？哎呦，不记得哦，那就交给你喽。好。小姐，我们到后面洗头一下。好。人家洗完之后，我会帮你上酸性平衡素，它可以帮助你头皮的酸碱平衡。嗯。这样应该可以改善你的头皮屑的状况。好。老师，差不多了。哎，可以可以可以。你知道现代人呢，因为这个作息的关系、饮食习惯改变，还有换季，这些都会让这个头皮容易干痒，有头皮屑问题。可是我除了头皮屑啊，我平常洗完那些产品好像太滋润，所以导致我头发就有点扁塌。刚刚我们乐乐帮你用了酸性平衡素，帮你头皮酸碱平衡一下，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啦。不愧是王牌设计师，我觉得没有你不行。我觉得可以。请问今天需要什么服务？哦，救我！你看我的头发跟稻草一样。天哪，那么干净，剪掉可能比较快。好的，那稍等一下，我们设计师马上就来。你要喝茶吗？可以先救我吗？我想变得像你一样柔顺呢。短时间之内可能有点难，真的没有办法做到。哦，怪不得还在做助理耶。怎么啦？怎么啦？哎呀，小事小事，像你这种染烫过后受损的头发，乐乐，去拿我柜子里那一瓶。老师，柜子里面有两瓶。哦，像这样子就用角蛋白洗发精。这个力道可以吗？记得再加一道酸性平衡素。哦。你只要用了 Fuchsia 的角蛋白洗发精，它针对像你这种啊，常常要漂啊、染啊又烫的头发，特别呢有帮助。再加上我们的酸性平衡素，它可以帮我们滋养修护一下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打烊喽。都要关店了，这个客人白目哎。我等一下要跟我女朋友约会，但是我现在的头又油又痒，可以帮我洗头吗？拜托。帅啦，可以啦，又没有染烫，洗头而已啊。哇塞，这到底是几天没有洗头啦，还发出浓浓的油味，这你看看这么画面，好像真的有点油哦。你就帮他用那个地脂平衡洗发精，再用酸性平衡素，然后我会请助理帮你这样子按摩一下按摩一下按摩一下，我想就 OK 了。 OK 吗？ OK 吗？真的很蓬松哎，这样就可以不用戴帽子了。OK OK， 谢谢哟，谢谢精华知识洗发精，红毛哟，谢谢角蛋白洗发精，油油哟，谢谢呀，一直平衡洗发精，搭配酸性平衡素，让你用了大吃惊，特殊配方前两百根，让你头发不再受惊，王牌设计师的话你要听 ，Peace， 走动。熏的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让你头发大吃惊，不是大吃惊，是让你自己大吃惊。Fuchsia一直。啊，对不起，不行不行，再一次再一次。